资料有限，人海茫茫，困难度高达100分。我们能赢那自以为是的土包子吗？容易的事，我才不干。哎，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秀威，行动。期间那么多援交女郎都年轻貌美，我哪记得那么多啊？有没有见过这女的？期间那么多援交女郎，而且个个年轻貌美。我哪记得那么多啊？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的？西街那么多援交女郎，都那么年轻貌美，我哪记得那么多啊？西街这么多援交女郎，而且年轻貌美，我怎么能记那么多呢？想不到我们居然会失手，谁敢再跟我讲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们西街的援交女郎那么多啊，每个都年轻貌美，我哪记得了那么多啊？谁再跟我这样讲，我就把他打成米其林。我跟你讲，又来，欠揍，畜生，没人呢。轿车车窗被打破，怀疑是窃案，请派员查看。开封街一段有青年斗殴事件，请问附近有没有巡警？前南酒店发现有中年男子昏迷不醒，请派119支援。鬼鬼祟祟，你看你看啊。灭绝师太，你刚刚是说这个沈银河曾经跟你说过他要很多很多的钱是不是啊？嗯，他说还要好好读书，以后要当一个医生。医生啊？嗯。哦，哎，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哈，他到底要多少钱呢？3000万。是他亲口跟你说要这个3000万的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来，这是你刚刚讲的笔录啊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在这个上面签名。警察先生，嗯，请你一定要找到银河姐姐，让她回去读书。哦，找回来是一定的啦。不过她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哈，沈银河他涉嫌持枪抢劫5家的银行，还有伤人。多亏你跟警方合作啊，我们有你的笔录哦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发通缉令来拘捕他了。不可能，你们搞错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5宗抢案，他赃款呢刚好就是3000万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抓人呢？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你先坐，我跟你解释啊，解释清楚啊。那是因为抢劫银行那个手枪上面刚好就是沈银河他的指纹，而且他又刚好需要那个3000万。唉，我跟你讲啊，小妹妹，我在那边谢谢你协助警方办案，而且呢，你也让我厘清了他犯罪的动机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一定搞错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小妹妹，也许我们搞错了，但是哈，这要交给检察官去判断的。我跟你讲啊。
小妹妹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交朋友一定要睁大眼睛。如果这个案子涉及到你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前途我一辈子就完了，知不知道？绝对不会让你们冤枉银河姐姐的。嗯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！好狗不挡路，看招！你敢袭警？把他关到拘留室去！大白痴！你想那杀手会怎么整他啊？我们连最后唯一战胜希望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冷静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叫老板娘拿钱来保释我。啊？你要干嘛？少啰嗦，快走。哦。疯女孩的爸爸，他留下，你出去。是，把门关上。哦，是。真的很对不起，小女给大家制造了很多的麻烦。身为家长的，一切的责任我定会承担起来。警察先生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可不可以修正你的态度？总是要有点礼貌吧。你敢这样跟我讲话，自讨苦。哎，好久不见，蓝医生。无缘无故主动帮忙，这家很快注意啊。你真烦哎！你到底要不要合作？好啊，先磕头认错。你妄想！现在是谁被关在拘留所了？干你什么事啊？你到底要不要合作？我不跟坏人合作。你没有选择。我还有我自己。我告诉你，跟我合作，你一定找到他；不合作，你跟他都死定。西街不是天堂。他跟你的世界完全不一样。来人，你爸爸来保释你啊。来，算了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不过要快点，时间不够。送给你。这。小李，收下吧。哦，谢谢。你早该说你爸爸就是蓝医生啊。没事没事了，不过以后不要顽皮喽。真是不好意思。别客气啊，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好的医师了。打针不痛，棒棒糖又好吃。一直联络不到你，原来投身教育界啊。哦，对了，为什么会离开啊？也没什么。
我只是想换个环境。关于银河的事情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忙？他牵涉五宗刑事案件，我绝对不能徇私，请多多原谅。不过，小丽，我叫尤雅云。喂，对不起，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就别小气了，以大局为重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他可以帮我找银河姐姐。如果你想清楚了，就到西街来找我。伯父，那我先走了。虽然他是灭绝师太的爸爸，可是他一点都不灭绝。那么，我这个恶人王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刘德华练不成的，让你练成厉害。什么？变脸。你一不成狂，连师太老爸也不放过，可怜啊。艾森斯呢？他现在在警察局里面。副老板娘啊，你妈把你保出来，正要找人算账呢。我实在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自以为可以帮银河姐姐，却反而害了她。我该怎么办啦？你现在只要把学生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，利用暑假，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生活。那银河姐姐呢？那是警方的事。可是他们要告他，要抓他去坐牢哎。如果他是清白的，法律一定会还他公道的。爸爸，他是你的学生，你一点都不关心他吗？我关不关心并不重要，而是重要的是他自己有没有关心自己。如果他真的这样放纵下去的话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他的。很多事情啊，爸爸都会让你自己去做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要你去跟尤雅云说，你不会跟他合作。爸爸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说了，答应我好吗？沙滩上。